你好，我是折折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天鹅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角对折，展开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这一侧也一样。把这个角往里折，再把它往外折，露出的这段大概等于这一段。把这个翻出来，把它对折。左侧的角往里折，对齐这个，压一下折痕，展开，把这个刚才压的折痕对齐这个边，把这个角往下折，梳理起来，从中间撑开压平。这个往里折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展开，向上撑开，左右两侧按照折痕往里折。把这个角折下来，两侧再往里折，再把它对折。把这个角往里折，对齐这个折痕，展开，按照折痕压进里面，背面也一样，往里折，展开，按照折痕折进里面，从这个点把这个下面的部分往上折，使这个边大概落在这个点上，展开，撑开，按照折痕翻折到里面，把这个纸向外撑开，压好，另一侧也一样，这个纸向外撑开一点，把它压好。这个角往后折，展开，向后翻折，向右上方折。展开，
按照折痕向右上方翻折。扭出一小段，撑开，左右两侧翻开，往下折。折出嘴部，扭出头的部位，往里折，再往回折。再把它对折。稍微撑开，调整一下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折王的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